大家好呀，陈进软开好久不见了，今天是狠人王大夫的软开课，上来就踩爱人喝。加压一下后腿，游弋小船缓解。爬青蛙了，游弋号横插了，然后是本节课最累的，不应该用脚后跟带回来，应该用脚背用力往回收腿，但我现在做不到了。
我来示范一个压肩。小臂是弯是直都可以，但确保它大臂在耳朵旁边，不要破开，不然会容易掰膀子。然后被拉的人抬头往后，然后可以让他给你个暗号，比如摇摇头啊，摆摆手说不行了，哎，就停住，待十秒。十秒之后，轻轻往后颤五次，被颤的时候往他往后拉你要吐气啊，不要憋气，尽量全身放松，只有抬头就好。哎呦，不用这么使劲啊，大夫！天哪，赶紧回回腰。不是令人望而却不哀嚎遍野的组合，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。更简单的时刻。